很多人都不知道清蒸鲈鱼到底是先浇油还是先淋汁，以后您按我这个方法做，口感嫩滑，简单又好吃。21条的新鲜鲈鱼两面打上花刀，方便蒸熟。清水中放葱姜，少许盐，搅匀化开，再把鲈鱼放进去，用我白嫩的小手抓拌浸泡10分钟，这一步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，使鱼肉更洁白。一个红心对您而言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而言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天。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非常的感谢。水开上锅蒸5-6分钟，蒸鱼的汤汁都是营养，倒出来备用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大厨熬制好的松茸白灼汁，它可不是普通的生抽，饭店的清蒸鱼白灼虾都是用它做的。最后放葱花，浇上热油，激发香味即可。这样做的清蒸鲈鱼肉质鲜嫩美味，全家人都爱吃，喜欢您就点个赞，收藏起来试试吧。